入嚟啊！叫啲病人等多陣啦，俾多5分鐘時間我 OK 噶啦。Doctor Manner， 係我想借你5分鐘時間。公事定私事啊？係啊 ，Chris 啊，今日 A 人醫正式解封，我估 Chris 第一時間會想見你，所以我想喺未見到你之前同你傾兩句。你係想話俾我知？ 你俾人隔離嘅時候發生咗咩事？我煮咗個餸就可以開飯㗎啦，你沖涼換衫先啦。啊，嗰啲沐浴露差唔多用曬㗎啦，新嗰啲咧喺廁所個地櫃入邊啊。你翻咗嚟好耐啦？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。 冇問過你係自己上咗嚟。嗯，點啊？有嘢想同我講？係。講啊！我係想同你講，嗰日我同阿圭喺儲物室入邊咧，我哋咩事都冇發生過。唔係，我即係話其實嗰晚我哋可以發生好多事噶。咁即係咩？你記唔記得你講過？ 我根本就唔知道我對Grace係咩感覺。其實嗰陣時我自己都冇辦法去證明到，令到你信我對第啲女仔係冇感覺嘅。因為有啲事係發生咗，我同佢係有 kiss 過。但係查實連我自己都唔清楚我究竟點樣睇其他女人㗎。直至嗰晚我哋喺儲物室咧。Grace 佢今日嚟揾過我，佢有講過嗰晚咩都冇發生過。 所以你唔需要再為嗰晚嘅事再解釋啲乜嘢。我講嘅咧，我唔係想講嗰晚啊。其實我想講以後，嚟緊以後咧，可能會有好多更加有新鮮感、更加刺激、更加熱情嘅女仔喺我面前出現。但係嗰邊我揀我唔會再揀，我亦都唔會咁做。因為以前好多嘢我未試過，我唯有信自己係唔會試。但係經過今次之後，原來有啲嘢放喺我面前，我都係唔會做噶。 咁你咪想我讚你好叻，可以控制到自己。我唔係想你讚我，我就係想話俾你知喺嗰一刻，無論我身邊個女仔係幾熱情、幾誘惑、幾吸引都好，喺我心入邊，我淨係得你一個喺度，根本冇人可以代替到。所以我根本唔需要控制自己啲咩。 因為我根本唔需要再揀啲咩。之前你問我嘅問題，我冇答你，係因為我想我答咗我自己先。我知我咁諗係好細路仔，但好想俾自己過到呢一關。其實細路仔嘅咧唔止你一個。佢仲同我講，嗰晚佢成晚都喺度炸瞓。仲有除咗你兩個之外，其實我都喺度考驗緊我自己。 你度考緊對我嘅信心有幾多？咁合唔合格啊 ？OK 啦。OK 啦，咁即係要 set 蛋噶咯喎。哎呀，邊個 ？OK 啦喎，咁咪要 set 咯。呢排咁忙，好耐冇去過老人院，唔知班公公婆婆點啊？都冇話點嘅，始終要習慣下噶啦。 不過總會有人做義工嘅。點解咁講嘅？我聽阿 Chris 講，最近醫院有挖角潮，唔單止 MC 俾人叫過美國，連你都俾人挖角係咪？雖然 A&E 隔離咗咁耐，佢嘅消息一樣咁靈通啊。佢同各部門護士啲 SMS 聯網咧，仲犀利過我哋 HA。 係啊 ，Doctor Chu 佢揾過我，想過新加坡嗰邊發展。 Doctor Chu， 好事嚟嘅，決定咗未？諗緊。應該考慮清楚，唔係後生，唔係話轉就轉。你講到我咁老餅咁嘅。我話我自己啫。聽講你過兩日生日喎。咁大個秘密都可以聽講啊！
我有冇听讲我系几多岁生日啊？阿 Chris 话25啊嘛。我估都系佢唱通街。佢话想帮你搞大佢喎。我冇谂住俾佢帮我搞大佢嘅喎，算啦，唔好提啦。咁不如俾个机会我，请你食餐饭当庆祝。如果你唔计同一个25岁嘅后生出去食饭嘅话，我当然求之不得啦。Joe，Joe， 等你翻嚟噶。哇，仲重咗咁多添。我话你上咗实真。嚟。唔该。阿 Joe 咧？去洗手间啊！话时话，你俾啲咩佢食嚟啊？佢肚痛啊！食到咁高大嘅？差唔多啫，系你耐冇见佢先有咁嘅错觉啫嘛。可能系啊。我同阿 Joe 系倾过噶啦，如果你唔介意嘅，佢可以同你去 Boston 先。咁然之后我喺上海嗰度倾完份 contract， 先过嚟 join 你哋。咁到时我哋可以倾下，佢究竟想喺边度翻学？我以为你唔想佢离开你身边添。咁嗰阵时你嘅人喺呢边，咁又唔同讲法。其实东西岸嗰边争几个钟头，我哋想见面都方便啲啊。做咩啊？又怪我冇同你商量，自把自为啊？你唔觉得好笑嘅咩？以前呢啲嘢我哋争得好犀利，嘈得好犀利，但系到头嚟。竟然好自然咁，一个好好解决方法。其实解决到问题，当初吵嘅原因有几奇怪，冇乜所谓。我反而觉得你今次所做过嘅嘢，我就觉得好奇怪。你指边方面啊？你之前因为 SARS 间接或者直接咁失去咗好多嘢，所以你今次竟然明知道会因为咁而出唔到埠，你都仲主动去 Dirty Team 嗰度帮忙。有啲意外啫。我谂除咗你之外，其实好多人咧都好意外嘅。好彩 Boston 呢份 job 你可以算系失而复得，你都冇咩嘢需要后悔啊？后悔？冇噶，会有后悔嘅。田教授冇等我，我程度上应该嘅，一啲都冇后悔过。我以前因为呢个病失去好多嘢，而家。因为呢个病，我得到嘅真系仲多。点啊？咩情况？佢血压突然之间升得好快啊！姑娘，即系准备手术室。系。点解会咁噶？应该系上次意外之后，脑里边嘅创伤再次出血所引致嘅。而家佢脑压好高，我一定要帮佢做手术。我等你啊！饮杯咖啡先啦，买俾你嘅。我爹哋佢点啊？已经帮佢清除咗呢只血，不过 T Y 嘅脑内压越嚟越高，我哋而家只可以俾药帮佢减低脑压，但系情况并唔系咁乐观。真系冇其他方法啦。我哋可以做嘅已经做晒，咁即系话情况会系点？以 T Y 而家嘅情况嚟睇，我哋用药帮佢减低脑压，都应该只系可以维持到一两日嘅啫。麻醉过咗之后，因为佢暂时嘅脑压都仲未系咁高住，所以佢应该会有一段时间系清醒嘅。你好地陪下佢啦。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呢段时间唔会好长。想唔想听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？有一个患咗末期肝癌嘅病人，佢有仔有女，仲有一个好后生嘅老婆。虽然佢嘅医生好想帮佢，但系个医生都明白到，其实佢系唔可以承诺到啲乜嘢。结果佢同呢位病人一齐撑咗8年，
8年之后，这个病人先至离开咗佢。爹哋，爹哋，佢好多谢个医生，帮佢揾到一生里边佢最重要嗰8年。喺呢8年里边，佢睇住自己嘅子女成长，睇住自己嘅太太开始识得照顾自己。 结果呢位医生佢终于明白到，就算系几严重嘅病，就算系佢明知道个病系冇可能医得翻好，但系只要喺过程入边，做医生嘅冇放弃到，就算要动用几多人力物力都好，但系只要嗰一刻佢系帮到个病人嘅，咁结果就已经冇白费。其他人点啊？香茶水塘啲人冇事啊嘛？ 其他人冇事，你一直都冇怪你，你冇咁样讲啦，爹哋。 你讲嗰个医生就系你自己，系 T.Y。呢个故仔系我之前已经情绪病嘅时候佢讲俾我听，但系都已经系佢10几年前嘅事。就系因为呢件事 ，T.Y 佢更加唔会放弃任何一个佢可以帮到病人嘅机会。起咗手。 我再见到你，我唔敢再，爹哋啊，我日日可以拖住你只手啊，我应承你。 你唔可以瞓觉嘅，你唔可以瞓觉嘅。你唔好唔开心啊！我要见到你笑。呢张器官捐赠卡系我帮 T.Y 执翻个工作证嗰时跌出嚟。 由始至终，佢都冇放弃到做一个好医生嘅本分，一直都想帮有需要嘅人。到到而家，人生最后嘅阶段，佢都冇放弃到呢种想法。爹哋唔得啦，好攰啊！
都系咁渣噶，你有冇挂住我先？你话咧？成日都咁挂。妈咪讲我哋 weekend 可以去 Boston 见你喎。咁咪成日飞嚟飞去，咁你 girlfriend 点算啊？我可以 handle， 咁你嗰啲咧？喂，讲真啦，你几多个 girlfriend 啊？何太，陈医生喺出边啊，佢有事揾你啊。陈医生咩事啊？阿嫂，我哋要即刻帮我广做手术，我需要你嘅签名。究竟发生咩事吓？我哋揾到一个适合嘅广嘅肾，我哋要即刻帮佢做肾脏移植手术。真嘅嘢？我哋今次一定可以救得翻阿广，你放心，一定。爹哋知道自己唔系一个好爹哋，咁收咗咁耐时间。才至明白，原來我租你是爹哋心入面最重要的。爹哋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好醫生，然後發覺不是，因為到今日我才看到什麼叫好醫生，才叫明白女醫生是怎樣的。所以租啊，爹哋咧好想教識你第時怎樣去做人。但而家，爹哋首先要学嘅就学下点做人。Jo 啊，你明唔明爹哋讲嘢啊？咁你开爹哋讲事，你翻嚟氹我咯。你真系唔嬲爹哋？妈咪带我去美国嗰次，你又唔嬲我，我唔嬲你咯。早晨啊，學伯。系，早晨。精神幾好喎。系啊。點啊？張醫生巡咗房未啊？張醫生，即系林醫生唔喺度做啦。哦。唔好意思啊，林哥林王嘅通知你哋先。M C， 你唔係今日飛咩？喂，呢度件醫生袍都唔係太差啫。我系 ，Bess 好似唔喺屋企喎，唔喺度就系唔想俾人知佢喺度啦。唔知咧，可能想俾啲时间自己静止地谂下嘢啩。我唔系想上嚟做社工，只不过顺路想搵人陪 Happy Hour 啫。Happy Hour 啊，顺路喎，吓。一世人流流长。試問有邊一個未試過後悔自己做過嘅嘢㗎？有幾多個喺後悔完之後，有呢個機會去補償翻，去改變所有嘢？人始終要大嘅，有啲嘢總需去學。Bess 都係一樣。你講得啱 ，Bess 唔會例外，我哋冇一個人可以例外。细细个嗰阵时就喺度谂，要揾一个自己中意，同样佢又咁中意你嘅人，一啲都唔难。细个就系咁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以为呢个世界就系咁简单。咁可能呢个世界根本就系咁简单，一啲都唔复杂，系我哋自己谂到复杂啫。有边个唔想做一个简单嘅人啊？但我哋身边每一个人，有边个可以例外？我成日以为唔想再伤害其他人，因为以前伤害人太多，咁啊自己学乖咗，识得点去处理，识得点去照顾其他人，但系结果原来伤害人嘅方法系好千变万化，精彩到连自己伤害咗人都唔知。咁点解当初 Sarah 问你嗰阵，你唔将我大话坚持落去嘅？你认为 Sarah 咁聪明，我仲可以呃佢？咁你凭咩认为一个咁聪明嘅女人，佢唔想继续俾你呃落去啫？其实谂谂下，真系有啲后悔，逼住 Henry 答嗰个问题。系因为你明知佢唔会呃你，你都自己唔想呃自己嘛。
系有谂过，不过净谂过啫，做唔到。今日有咩打算啊？去接佢啊，跟住去食饭，食完饭饮杯嘢，跟住送佢翻屋企，就咁就算数？唔系咁又可以点啫？又挖翻个话题出嚟讲。咪当系同一个普通朋友食餐饭，同佢庆祝生日咯。我谂大家都会自在啲。咁之后咧 ？Sarah 嗰次嘅问题我冇答，唔系代表我唔识答，而系我唔想再讲大话，亦都唔系话我冇本事讲呢个大话。Henry 好清楚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，佢亦都想我知道呢样嘢。算啦，今日唔好去。Well， 既然大家唔讨厌大家嘅话，又成日咩话怕唔怕伤害其他人啫 ？OK， 或者大家已经决定咗唔去解决呢个问题，咁咪由得佢咯，俾咗大家分开咯。今日仲见咩面啫 ？I really don't understand。系个心放唔低，但系点都要放手。我肯定，如果我今晚唔去嘅话，我会后悔多一次。Well， 但系唔使指意我讲 Happy Birthday 啊，因为我呢一个死都唔肯为感情而改变嘅人，所以你觉得唔值得去恭喜。是因为我知道喺你今年嘅 birthday 你唔 happy 噶，所以我唔想赠庆啫。系。诶，似乎可以行得啦喎！今日你系寿星公啊嘛，点敢迟到啊？你叫我寿星仔，我会自在啲。好啊，吓。决定咗日子未啊？你唔系我个新加坡嘅事啊？你唔系仲未同 Doctor Chui 联络啊嘛？发生咗咁多事，我哋点会冇联络喎？Alice 话，当 Bessie 嘅后父知道 TY 件事之后，唔想再翻嚟香港。虽然 Alice 唔系咁赞成，但到最后金浩文亦都冇再坚持。佢个病冇咩进展，但亦都冇再恶化。可能呢个时候佢唔想再出现喺 Bessie 面前，等佢再为多一个亲人嚟伤心。咁得啦，吹佢自己咧。你系指边方面？佢同 TY 嘅关系其实之前 Bessie 同我提过，咁 TY 依家走咗啦。Doctor Chui 佢 OK 嘛？其实好耐之前喺 Alice 嘅眼里边 ，TY 已经唔系一个值得佢爱嘅人。可能佢对佢只系剩翻一份好朋友嘅感觉咯。所以不如话，而家突然间一个咁好嘅朋友离开咗，除咗唔抵唔值得之外，佢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啫？你同 Doctor Chui 好唔抵？条路系佢同 TY 拣嘅，其他人冇资格讲任何嘢。我哋当然冇啦。我谂呢个时候 ，Alice 净系想关心下 Bessie 嘅啫。其实谂翻转头，我之前应该做多啲功夫，等佢哋两父女嘅关系唔使僵持到今时今日，而家 Bessie 唔使为呢件事咁后悔。我唔觉得你当初为 Bessie 所做嘅嘢系错噶。冇错，但系未够咯。咁可能佢喺你心目中嘅份量仲未够咯，所以你根本就唔上心。亦都或者系因为冇任何一个女人喺你心目中系有呢个份量。一个咁多缺点嘅人，正如我，如果我心里边有份量嘅话，未必系好事。点样去评论一个男人为之系好男人？要睇佢身边嘅女人。而唔係出自佢自己把口咯。
我冇打算赞自己。我信 Bessie 多啲咯。多谢。我以為輸咗自己個 fuse， 都唔知我連累埋成棟 building 添。你呢幾日冇吹過去啊？你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等我幫你。樓下貼咗通告，話今晚12點之後會停電噶嘛。咁都係一樣咁黑鬼。呢幾日喺屋企就喺度温書啊？唔温書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啊？乜唔係應該話除咗讀書之外，有冇更加好嘅嘢做咩？我係讀書唔係因為專業試，我之前係為咗我爹哋而考試，之後阿 Henry 叫我為自己而考試，而家係因為我冇嘢做，我先至考試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要咁做。你知唔知點解我會選擇留低？你想同我讲啲乜嘢？你爹哋同我讲过一个道理，啊唔系，佢唔系同我讲噶，佢做俾我睇。正如你头先所讲，你试过为你爹哋做一个医生，但系唔成功。你都试过去为自己做一个医生，但系最后你都 fail 埋。咁点解你唔试下去为啲病人而做一个医生啫？这个道理呢，其实不是很复杂的。你不明白我不怪你，因为我都最近才明白。我刚才还有点害怕，以为你会跟我说你是为了我而留下。 Bessie， 你都是一个病人。看你的手指，剛才被打骨頭弄傷了，讓我幫你看看。都沒什麼事。有冇觉得唔抵？你系治我嘅病啊？喺答你个问题之前，咁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如果话有觉得唔抵嘅，你会点做？我想点同你愿唔愿意接受，根本就两回事。所以我想点，从来都唔重要啊。几时睇自己睇得咁渺小啊？今日我生日啊嘛。有。吓？我的意思是说我又觉得不值。其他人只要信自己小心做人，譬如过马路小心看车，在家里煲嘢永远不会不看火的，那他可以避免一切的意外。他们可以计划未来10年、20年，甚至是30-40年以后的事。不过我就不同，我只可以计划未来5年的事，用5年来预算怎样做人。大家都是人啫，当然有觉得不值。不过我份人不会被自己这样想，所以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会去想你刚才所问的问题。正如你说的，折磨自己的事一年一次已经够了。我觉得未来1年我会觉得很充实很开心。呢句说话系我嘅，我要收翻版权费啊！人到中年，使唔使斤斤计较咁犀利啊？中年嘅定义系咩先？嗱，我嘅定义咧就系喺战前出世就算数啦。咁我系指越战啫。唔该，多谢刘医生。知唔知点解人唔想认老？
正如你話齋，唔想折磨自己咯。除此之外咧，係想俾個希望俾自己，唔會老得咁快，同埋俾自己多啲時間去改正翻自己曾經做錯嘅嘢。呢個算係你嘅生日願望。咁當係。咁我相信你呢個願望好快會實現。今晚多謝曬你。今晚係你哋同我慶祝生日，應該我多謝你喎。當係大家都有付出，有少少收穫咁啦，當係無數啦。有冇聽過一種可以令生日願望成真嘅方法？睇流星跟住許願啊嘛！喺你生日嗰日，你可以見到一架車嘅車牌同你嘅出生年份係一樣。1962。1963。OK， 1963。幫我順路，同我兜下。我记得我妈妈讲过，佢话1963年系一个好苦嘅日子，所以佢会开玩笑咁话，好担心我条命会唔会都一样系咁苦。可以咁讲，作为一个急症室医生，痛苦嘅事我见过好多，亦经历过好多。有为我放弃生命嘅挚爱，有无奈重病辞世嘅至亲，有好想大家共同生活嘅伴侣，亦有好想大家坦白分开嘅情人。有亏欠过嘅。有諒解過嘅，最終就算唔上係咩美滿人生，亦總算經歷過做人係咩滋味，唔單止係苦呢一種味道啦。睇嚟我今年嘅生日願望都唔可以實現。咁好多嘢係事在人為嘅啫。我仲未攰噶，可以再去筲箕灣巡一巡都得。唔好啦，下個街口轉咗，送我翻屋企啦。都就嚟天光，你唔系天真到谂住今晚唔会完啊？我冇咁谂，我亦都知你唔会咁谂。呢个可能我哋之间最好嘅结果，可能系，亦都可能唔系，唔知咧。我同每一個人相處，我都冇諗過應該要有啲咩結果。不過呢個可能就係我同人相處嘅問題。你放心啦，我會好好咁照顧我自己身體。我都會好好咁過我嘅生活。我車你，唔使啦，一樣啫。唔好意思啊，好似爭你份生日禮物啊。你已經送咗俾我啦。有關今次疫情報告，如果大家仲有補充嘅話，可以喺下一次議會我哋作最後嘅修訂。至於草稿方面，我已經 send 上 HA， 相信上頭會同 Doctor Fong 你哋嘅衞生署討論內容嘅。好嘅。雖然 TY 離開咗我哋，但我相信就今次行政總監仲未上任之前，醫院上上下下
對今次疫症嘅種種表現係可以得到公眾嘅信心。如果大家冇問題嘅話，今日會到此為止。唔該曬。阿Paul，原來你喺度啊！我頭先上你間房去揾你啊，我以為你等唔到我先走先添。我知道你做嘢忙啊嘛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經做曬出院手續噶啦。你一直坐喺度等我啊？真係傻啊你！啱啱病好咋，應該翻屋企休息下先啊嘛。我喺樓上啊，瞓咗三個幾星期噶啦。如果要休息嘅話，不如俾我出去行下。咁好啊，而家同你食餐飯先。你想食咩啊？但食完飯之後咧，我想一個地方。去邊啊？你冇打咁耐，啱啱先出院，唔好勉強啦。你攰啦？我擔心你咋。我陣間打一陣啊，你陪我。咁如果你答應承我，你肯量力而為，一覺得有咩唔妥咧，即刻適可而止嘅，咁我陪你都冇所謂。不過都係12點前會走噶啦喎。聽朝翻早啊？有邊人唔使㗎？因為唔夠瞓。年紀大啦。咁不如聽朝唔好翻工喎。嚇？唔係嘛？你做咗人咁耐啊，凡事有冇一次可以例外嘅咧？你指邊方面先？佢工作對事對人。咁你係咪唔中意我做人嘅原則啊？點解話你覺得我份人實在太唔識變通，你會覺得好悶？咁咪係咯。冇嘢嘛你？冇嘢啊！希望我錯覺啦，但我真係成晚都覺得你好似有啲唔妥，係咪有啲咩事啊？其實我有一樣嘢想話俾你聽。咩事啊？一個秘密。咩秘密先？嗱，不如咁啊，而家剩翻兩個波，如果你呢局可以打贏我嘅話，我就話俾你聽。你攰噶啦，不如翻去啦。点解你唔问埋我头先个秘密究竟系乜嘢 ？OK， 咁个秘密到底系乜嘢 ？I love you。哇！唔識你啊，以為你係整車師傅多過係醫生。你諷刺緊我啊？對我冇信心啊？個個男人買咗車，梗係打喺個車頭嗰度左裝右裝，裝咩啫？係咧，我揾緊嗰支。架車做乜嘢啊 ？shut 咗啊！使幫手啊？哦，你又要睇啊？睇啊！我趕時間啊，借架車用一用啊！喂，你咪就咁走咗去啊？其他地方唔舒服啊！好啊，唔使驚啊，救護車好快就到噶啦。希美，你點啊？氣道好差，可能俾啲血俗親，揾一條脷頂住。醫生啊，係，我頭好痛啊！唔使驚啊！俾我睇下，俾我睇下。
其實你哋兩個打算去邊嘅？接 Francis 放工咯。Francis 考試 pass 咗第一關，咁中意同我食飯慶祝下嘅。哇！真係講到咁為難啊！咁呢啲嘢相對嘅。咁如果真係有問題嘅，咪攤出嚟講咯。而家唔係一個喺地球，一個喺火星，要溝通嘅有幾難啫？呢啲係經驗之談。如果你唔介意係成功定失敗嘅，咁係嘅。同 Francis 唔妥啊？呢個就正正係我最想解決嘅問題，又溝通唔到嘅問題。其實同女人交手咧，有時有啲嘢佢唔想講嘅話，我哋係咪應該諗下？咁咪由得佢唔講啦，我哋唔問咯。咁呢啲算唔算自欺欺人，又唔係好夠進取咧？我就話係俾大家多啲空間，夠積極就真。我只係覺得佢好似好辛苦咁咯。面對你，或者咧，對佢自己啊，都有可能噶。其實男人同女人相處，有邊個唔煩惱啊？既然嗰啲煩惱係正常嘅，我哋點解要煩惱一啲正常嘅煩惱啫？接受佢啊！點解我聽落，硬係覺得有啲邏輯矛盾嘅咧？我直頭聽唔明佢講乜啊！凡夫俗子。咁話時話啦，你本來諗住去邊噶？我有架新車啊！如果唔係，我唔會唔揸車啦，同你哋坐喺度。咁行啦。